它虽然是亮色。不，可爱。这个包包是我要买来送给我妈的，然后它是这个牌子，就是我
之前的影片很常背的那个黑色胸包，很多人问就是这个牌子的。那最近比较没有背，是因为拉链坏掉，我还没有拿去修理，所以就最近比较没有背。然后他们家的包包就是 CP 值很高，又很耐看，款式都很好看。这个包是他们跟 Apple 联名的，我一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包太适合我妈了，因为我妈就是喜欢背这种水桶包，她又很喜欢装很多东西，所以她容量就是够她装。这边是做这样子有点麻花的袋子，很漂亮，它的颜色是有点米杏色，就不是这么的白，所以它蛮耐看又百搭的。对，然后它有附这个长的袋子，就是你也可以侧背，还有一个这个是小零钱袋，有点绒毛材质的小零钱袋，然后有旁边有袋子可以扣在旁边。 Apple 的联名款还有送这个袋子，它就是一个麻布袋，很好看，简单，然后很挺，可以装各式东西。我觉得他送这个赠品很不错，就是实用又好看。它旁边这边是有磁扣的，就是你可以这样子背，这样背。如果想要装比较多东西，这边可以打开，它就变得更宽。对，就是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的感觉。我觉得它很实用又漂亮。再来这两箱是公关品，它是 Mobo 跟春春联名的衣服，然后它包得很漂亮，就是很有一种礼物的感觉。第一件是大学 T， 奶茶色跟这个是砖橘色，然后这一件是格纹裤。我刚一打开包裹的时候摸到这个材质就很舒服，就是这很难形容的舒服。这件蕾丝上衣我那时候看到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漂亮，它摸起来也是柔软的，穿起来是不会扎皮肤那种，而且它是有弹性的。大学 T 穿起来是这样，它的长度我完全可以当洋装，就是已经快到我的膝盖了，因为我身高153公分。然后它里面我搭了它这个蕾丝的，这件真的好好看，因为我很喜欢穿高领的衣服，就是你穿这种圆领的衣服，你里面再搭一件这种小高领的，看起来会蛮有层次的，穿起来很舒服，然后确实是蛮保暖的，可能台南要冷一点才会穿得到。然后我很喜欢它袖子这边真的好好看，就是做拼接，所以看起来蛮有个性的。对，这件是砖橘色的，它虽然是亮色系，但是它是低饱和度的亮，对，就是那种砖橘色，很秋冬漂亮的颜色。跟我一样身高的女生，这件是可以当洋装，里面再穿一件小短裤是 OK 的。最后一个是 Puzzle 的包裹，这个其实我已经买了好像一个多月了吧，我也忘记，就是我已经买蛮久，一直忘记要开给大家看，所以今天就一起拿出来开箱。我买了一件这种针织的长裤，这是冬天的款式，然后还有四件短版上衣。这是第一件，它是有一点粉紫色的，然后它的材质是针织的，然后这边是有领子的，有三颗扣子。然后我搭这件格纹裤，看起来就很休闲。衣服的底跟袖子的底都是有做条纹的，好像会比较修饰吧。接下来这一件它比较宽松，就是如果你喜欢短版，可是你又不想要太贴身的话，这件 OK， 它是灰白交错的颜色，然后它长度比刚才那件稍微长一点，就是如果你穿裤子，像我是不会露肚子，但如果手抬起来是会露肚子的。对，然后这件是我买两个颜色的，这件是白色，它就真的很贴身，你看它从上面这边还甚至有一点小高领，这边有做一个弧度。对，灰色穿起来是这样，就是也是很休闲。
追追。布布来，你叫布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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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讲，狗狗，去叫看看。姐姐喝起来。可爱，Go！ 是不是你饿了？要说嗨，刷刷刷，好棒啊！一。哇，好厉害！对，上面，上面刷刷刷，好，呸，呸，呸，好棒，好，好呸，呸，这一次，呸，啊，呸，吐出来，呸，好，有吐一点点了，好棒，再一次。拜拜，你说拜拜。对，好棒，好棒，这次好棒哦！你会走下去，很厉害。你说拜拜。拜拜。这个刀子是我记得在我怀孕的时候在全联换的，那时候很认真的几点就是为了要换这个刀子，怀孕到现在换的，然后我一直舍不得打开来用，然后我那时候很喜欢它，是它的握柄这边是白色的，我那时候就原本想要收集一套，但是因为点数真的需要太多了，就要花很多钱，所以我就没有换一整套，就换了这一把三德刀，很漂亮。好，妈妈在煮了，妈妈在煮了，等一下。
先吃这个肉肉。你吃太少了，来再吃一次，再吃吃。你吃很少，吃不够，吃太少了。你吃太少了，你根本没吃。你不是饿吗？然后给你又不吃。要妈妈就妈妈。要妈妈就爱妈妈，要妈妈就花花，要妈妈就娃娃，要妈妈就狗狗，要妈妈就猫猫，要妈妈就 F。 好了，那你晚上要乖乖吃饭好不好？好。好，你跟大家说拜拜。爷爷摇，爷爷摇，一一一，你恭喜恭喜。你要加水，哎呀，今天吃粥哦，烫烫要吹吹哦。哎，可爱，可爱。
做妈妈。好吃的，好吃。是啊，这面超 Q 欸，我妈做的。是啊，因为酱包是我妈研，我妈跟我姐一起研发的。
之前有观众问我，我们家是用什么牌子的扩香？那我们家目前是用这个牌子的。第一次收到这个牌子扩香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他们的香味都以时间为命名。像我摆在客厅的这一瓶是七点的晨光之境，那它的香调是佛手柑、甜橙还有岩兰草。佛手柑有多福求财的意思，甜橙散发出淡淡的果香，让人闻了心情就很好。所以这一瓶的含义还有它散发出来那种清爽的香气，我觉得特别适合摆在客厅，一早起来走到客厅就会觉得非常舒服。那昨天开箱的这一瓶呢是八点冬季假期，这一瓶的香调是罗马洋甘菊、乳香、挪威云杉还有肉桂。这瓶闻起来像是在森林里面有一种温暖木香，加上它里面有洋甘菊，可以治疗身心灵的洋甘菊，所以这瓶的香气就像是你在做芳疗、做 SPA 那样舒服。我把它摆在我们的房间，我昨天睡了一个晚上之后，我觉得睡眠有变得比较更平静、更舒服。